妈会不会太热？不会，因为看到你整个都很凉爽。真的、哦？真的，他们太爱你，对不对？再来热情掌声好不好？耶、！游行的朋友辛苦了，你们要不要来前面听歌？今天有我，然后还有 Hush， 还有蔡健雅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歌曲。那我们就带来我们的第一首歌曲，这首歌叫做哦。今天要说的是，这四首歌都是情歌，只是它是不一样情绪，所以就送给大家。